对没有正统发球隐蔽性大了，主要还是以这种能够稳定为主，不一定是非要上左冲嘛。站中间相对来说更稳定一点，正反手都可以上手，没有那么多空档嘛。主要还是以这种侧旋为主吧，可能一般我都是侧向会多一点嘛。我反手发球就是不像正手发球重心能够压下来，包括摩擦球能够摩擦得住，这样一般能够摩擦住的球才会最有数吧，而且它的旋转也会更强一点。各位球友大家好，我是马凯旋。马龙的这套发球技术有几个特点，第一，他站位是接近于中线位置，这是因为马龙的正反手发球之后的抢攻能力都非常强，所以他敢于把自己的站位调整到靠近中线。第二，马龙的这套发球并不是过多的强角旋转，主要是发的要轻短。为什么要发出手要轻，主要是为了对方不容易借力，短是让对方不容易上手。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，发这个球双手的协调配合很重要，一般情况而言应该是持拍手先摆动，然后利用双脚和腰重心的交换来辅助你把球发得轻和短。